好的，那我们现在要开始喽。预备备，三二一之后就开始。有九格拼图哦，可以先找到像是方头熊的脸啊、耳朵啊，还是它的绿色的上衣、白色的这个吊带的袋子。好，你确定找妹妹上来帮你是对的吗？好，那赶快赶快找这个蓝色的裤子。哎，裤子有找到了吗？我来帮你看一下。哎，裤子在这边。妹妹，你那个放旁边，放旁边。下面有字的会写那个欢乐耶诞城，妹妹放旁边上面，对不对？放姐放上来，放这个吗？放这上面吗？妹妹，你的手放过来。好，如果两位都是年纪太小的小朋友，开放一位家长上来帮忙好不好？有没有家长也想要陪同一起的也是可以哦。好，靠近过来，我们耶诞历险记的舞台。那想要来跟我们三八舞者合照的朋友，或是想要拍照的朋友。